欢迎大家收睇健康解码、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哦？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第二種咧就係洋葱素啦。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種名為 quercetin 嘅成分，能夠令到癌變嘅細胞咧無法泵出乳酸，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嗨，今日咧就嚟到第八集啦。今日又系三个女人一个虚咧，讲紧八婆嘢啦，又系咁啊！介绍我啲朋友先，咁啊有 model Ivy 嘅，好嘢，佢真系行 K walk 嗰啲噶，有一七几啊，175，哇，真系好高啊！我160都争少少啊！咁咧就有我另外一个 friend 啊，叫 Priscilla 咧，就喺呢个湾仔咧就做西餐厅嘅老板娘，哇，我未去过呢度食。过嚟试下咯，即系我嚟紧做飲食节目咧，谂住访问你间餐厅噶啦，冇问题。好，哇，又有好嘢食，又有靓女睇，老板娘又靓，系咪先？哇，我识好多好多老板娘咧，都好靓女噶，即系开餐厅嗰啲，系啊，都系兴趣啊。咁啊，我哋今日 topic 咧就系讲整容啊，头两节讲整容先。咁啊，而家咧好多咁啊，好似上一集啦，咁啊讲阿 Coco 冤，佢话又佢啊永远都唔会整容嘅。佢话而家我话而家搵整容唔整容嘅女仔咧，仲难过搵整容嘅。咁啊，你又知啦，阿 Ivy 咧，咁啊其实佢天生丽质咧冇整过噶佢。多谢。真噶，天然美嚟噶佢，即系冇整过，人哋会唔会话哇你咁靓，系咪喺边度整噶个样咁？有冇人问过咧？其实有啊，以前系未兴整容嗰阵时候咧，咁跟住然后试过有一次有个发即系出 trip 做嘢，咁跟住然后个化妆师系即系长期跟住我哋化妆咁啦。咁有一次咧化妆嘅时候，佢就系咁望住我对眼，哦你做乜嘢咁样望住我？佢话。我睇紧你啊，双眼皮系唔系假嘅咯？即系你系冇 mix 嘅，有冇 mix 噶？冇噶，完全系一个中国人嚟嘅。咦，我以为你话 mix 都信泰国噶？我唔知道啊，有泰国血统。我应该唔系泰国血统嘅，但系即系好多人都以为。都以為我 mix 咯，即係就算我似 mix 啊，外國人啊嗰啲都，因為你輪廓都好深咯。就算係我有啲 friend 咧 mix 泰國咧，哇啲輪廓都好靚噶喎，係啊，跟住人哋就以為我 mix 咯，或者以為我係割雙眼皮咯，跟住我話冇咯。我第一眼望你都以為你有整噶，係嘛？點解嘅？真係好靚咯個樣，同埋好 balance， 但係睇下睇下應該冇嘅隻眼。我試過有。我認識得有人咧，係真係照住我對眼嚟整嗰個雙眼皮。咁整得靚唔靚得唔得 ？OK 啊，好自然嘅。咁你要攞翻版圖睇喎，你個樣子，哦撞樣喎、啊，想你話淨係隻眼唔好啦，整埋成個樣咁樣咧。咁我樣子又唔係特別標誌嘅，即係通常啲人係跟住 Angelababy 整噶嘛。嗰啲太嗰啲整太公仔啦，我錯啦，太標誌太完美，太個樣子個個都整呢個樣子就好。就覺得你個樣突出啲噶啦，你知唔知啊？但係以前咧未興整容嘅時候咧，就好多 job 啦，而家冇 job 啦，因為你冇整。係真係，我真係係我真係咧係男女都受歡迎。我試過咧係，我係真係會係喺條街度咧，啲女仔走埋嚟，可能等廁所啦，排長龍嗰啲，跟住咧佢哋即係通常前後左嗰啲咧都話：哇，你好高啊，你好靚啊！即係佢哋會。咁样嘅咯，即系觉得你系喺外国翻嚟嗰啲咁嘅咯，即系觉得我系好靓啊，好高啊，成个芭比咁样嘅。但系因为咧，依家咧即系太多人整容嘅时候咧，牙都好齐喎。我变咗系好普通，好唔靓。系咧，我以前都感觉到好靓嘅，而家感觉到我好普通。但其实你问我想唔想整咧，其实我想整嘅喎。你想整？我系想整想，你问我我系想，我谂紧你整边度？我胸啊！因为咧，每个人咧都系，尤其是女仔咧，觉得贪靓噶嘛，即系每个人都想靓咯，系咪先？但系如果你整一个胸，我又觉得你唔衬。但系问题，我想同我会唔会系两回事？因为我真系好怕痛，尤其是我真系好惊，我好惊血咯。
嗱，隆胸我又未试过，有 friend 整过啊，你又冇朋友整过胸，又最深得韩国朋友咯，韩国人系啦，韩国人嚟嘅，系啦，佢喺格拉底度戒定系喺个肚脐度塞上去咧？嗱，佢如果咧，佢同我分享就话咧，有啊，有肚脐塞上，有个都有啊，有两种，佢就喺nipple 度開嘅，點解佢唔係整大？佢冇求要整翻挺少少啫，即係其實佢整嚟都係唔係好大，係啦，喺嗰個位度開。但係如果會唔會有條拉嘅 nipple 嗰個位置？始終因為佢唔想喺隔底同埋下邊，有啲整到好大，咪直情要喺個胸下邊嗰個位置。明明個乳雲好細咁樣整到變咗咁大個，嗰度開噶嘛，佢就唔係咯。恐怖啊！覺得整胸最危險喎，其實係。但係人哋話最安全嘅喎。都是的，任何跟手术有关的我都接受不到，因为麻，因为他是生仔我接受不到，生仔真的都觉得很恐怖，对啦，跟生仔没什么分别，真的有些要靓不要命的嘛，系咯，整牙我都觉得很痛啦，还有个重点是因为我真的试过见过人家整容，跟住然后我觉得整是很大勇氣之餘咧，同埋之後的痛楚咯。例如可能你整完之後，你不是即刻 recover 噶嘛，你要可能等幾日，一個禮拜啦，係咯。嗰、那個過程咧係好痛啊，即可能話割雙眼皮嗰啲咧，我見過係真係地下血紙啊，跟住然後即擘唔開眼啊，跟住我係。好惊，阿妈都唔认得嗰啲啊嘛，肿晒。好惊啊！我见到，我谂起嗰啲好恐怖，嗰啲整容中嗰啲手术后嗰啲肿晒。系啊，我觉得好劲啊！因为我接受唔到嗰个痛之余，我见有啲可以有啲女仔可以去外国整，去韩国整咧，佢可以过到关翻嚟香港嘅。嗰啲好犀利嗰啲，海关都认唔到佢个样，肿晒咯，肿晒咁，系啦，溶晒脂咁样翻嚟咧，系啦，但系肿晒咁样都俾佢过咁样，俾佢过。我又唔会接受唔到核突嗰个 moment 咯，但系我会比较接受唔到，即系痛同埋做手术嗰刻，真系好恐怖，我觉得会。整完之后会靓，但系介唔介意啊？你唔使整啦，你整嚟做乜啦？我不嬲啦，我不嬲都觉得咧系。即一个人就算几靓都好啦，都系有贪心嘅。但系即不如我哋讲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好靓，但如果心理唔善良嘅话我觉得佢真系一啲都唔靓。唔系啊，黑魔后好靓嘅，原本佢话就系心底唔好就唔靓啦，真靓系啱嘅。所以我觉得内在美系比较紧要咯。你外在美都几好噶，多谢。系啊，如果系 Sarah， 你话你介唔介意？你话你自己系整过啊嘛？哦，我唔介意，唔介意，因为我整系搵自信啫。但系真系整个过程反而咧，因为局部啦，咁整咗边度？眼啦，我个眼系整噶嘛，即系近只眼，系啊，各位望住观众，你望住个 camera 影只眼嘅话，觉得一啲都唔觉。鼻翼啦，鼻翼我都系，即系如果永久手术就眼头、鼻翼同埋个。不过佢整咗又觉得佢似，都有翻自己有啲 mix 啊。有冇人话你似 mix？ 有，系啊，就因为好多人整似葡萄牙嗰啲咯，因为个轮廓深咗。系啊，但系真系而家我好唔似 mix 咯，搞到。就因為而家太多人咁樣整完，即係你係唔似 mix 外國人，你係似 mix 泰啊、mix 韓啊、mix 日本啊啲咯。係啊，東南亞咯，不嬲都係俾人話。係啊，但係就整完嗰個禮拜係好辛苦嘅，因為痛咯，即係真係痛咯。同埋譬如我咁講啦，最痛係個鼻翼，因為我想收窄啦嗰陣時。咁啊因為你黏針噶嘛。咁你整完鼻好敏感，平時都敏感會打一次，好彩我又唔係有嗰啲鼻敏感。但係整完之後咧，嗰個禮拜係好敏感個鼻，成日打一次，哇！一打就戳親個傷口，咁咪埋唔到口咯。好驚啊！我其實依家呢半年都係繼續要搽啲即係去疤膏啊，整咗幾耐？有少少啦，半年到啦。咁係咪做唔到？我有見到有少少。是啊，有的做到，不過就跟個美容師講輕力少少咁樣咯，係啊，冇太大力壓咯。反而你facial 做到，反而你嗰啲即係按摩啊，你咪瞓落個窿度嘅，係啦，嗰啲按面或者係調翻轉按個全身背脊咧，依啲位置就要就住啦。系啦，会就住少少。点解嘅？点解嘅？咁唔系塞落个窿度噶嘛？即系你咁样反转咁样趴落去会痛噶？其他位置会有啲，但你话如果系鼻啊嗰啲都 OK 嘅嗰啲，但系如果系眼嗰啲位置咧，即系眼都会痛噶，少少噶，侧边嗰啲位置。
吓咁点？平时点洗面落妆捽到咪会痛咯？初初头个礼拜好痛嘅，应该攞棉花棒洗噶啦，而家整容嗰时唔会而家。其实 Patricia 本身都系靓女嚟嘅，不过佢追求完美咯。追求其实我当初咧唔系想整容噶，我当初其实咧搽嘅一啲好靓嘅眼霜，即系我用啲即系比较出名啲啦咁样。我发觉因为年纪咧新陈代谢减慢咧，点样都好咧个眼耷就系真系耷，因为我生活又会。瞓得少少，唔瞓或者系好夜瞓，咁我又有红酒啦，加上即系好攰啊，个人就眼皮耷啦，咁后屘就辛苦啊，压力大咧。系啊，我咨询过好多美容意见咧，佢话唔得啊，你真系冇办法要抽眼皮脂肪。其实我系个面一开始净系想抽眼皮脂肪嘅啫，但系问题抽完之后佢又话。咁要抽完会松噶，咁梗系要拉翻紧啦。嗱，咁就开始嚟咗呢一 part 啦。咁即系其实而家系你系割牙割双眼皮咯，系咪啊？系啦，因为抽咗眼皮脂肪之后，个皮会松噶嘛，你里边啲嘢攞走咗，你变咗要拉紧翻。佢话咁俾你割深少少个双眼皮啦，因为你都局部麻醉啦，你都 feel 唔到噶啦嗰下咁样，咁咪就整咗个眼开头。即系开由眼开始就开始就。再上隱整鼻啦，跟住再整埋。但系啦，但原先你系单眼皮，原先我都系双眼皮，但系因为我成日黐双眼皮胶纸，日日搣啊，咪搞到佢松咯。但系点解双眼皮都要黐双眼皮胶纸？系啊，唔够深，唔够深啊嘛。系啦，同埋即系日日都控制唔到个双眼皮咧，我饮酒噶嘛，会肿咯。即系我饮红酒有阵时会比较肿，咁你黐翻靓啲，咁日日搣就变咗嗰啲叫多重式自然双眼皮。就變咗唔靚啦，因為我日日唔係同一時候可以黐翻嗰個位啊，咁樣就變咗真係變咗三眼皮，兩三年裏邊我嗰眼皮都黐過，係啦，我就係變咗咁樣，我連即係整嘅時候去醫生度，佢幫我影相前後對比，都係兩三折噶我嘅左眼。哦，因为黐到唔平均，因为而家我见你戒咗之后就两边好平均咯，系啦，你又有少少唔平均。我见你今日呢度，你平时不嬲都系，你平时冇戴细眼噶，有嘅，我唔好理咯，少少啦，唔系好觉自然啊嘛，系追求自然多，因为而家多啲嘢，整容即系个风气，即系 common 平，即系变咗你喺条街度好系啦，个个都整又平又快靓正，个个都整，你又身痕就话啊，我又你又整得咁好，我又整下先咁样，唔使黐晒眼皮，仲因为方便啫，觉得系。但系咪会痛？永远都咁样痛法？啊，唔系头个礼拜痛嘅。但系你话依家瞓都瞓唔到，即系会扯都会痛噶嘛？那个就另一个是后来去到整完个眼的 part 去到个鼻啦，咁跟住去到个鼻之后呢，其实我整到一 part 我是即做埋线的，咁做埋线面的话就真的痛啦。我埋线呢佢就埋嗰一两日痛啫，因为有啲线入咗去嘛，我整个。埋线是提拉咁解呀？提升系提升提升，但系而家有 high 符之后都我都冇做黑冇做埋先啦，因为我未做过 high 符，我连 high 符都未做过。你 high 符得噶啦，将来而家唔使住，已经好靓，好漂亮。我听人讲过三十岁系好痛嘅，系咪？但我做咗埋先，我做我嗰间冇痛嘅 high 符嚟噶。而家新出韩国嗰只就系话唔痛咯，但系美国嗰度好痛，我听讲。但我做翻埋线面，我又做唔到 high 符，因为佢会断线。等啲線溶曬先咯，係啦，唯有咁，因為佢好似得一年仔嘅啫嘛，係啊，係咯，埋得唔係，係啊，冇錯。即係我哋三個整咧，共同嘅話題都係為咗自己靚啫，係自己靚。但係有啲咧特登係整容嘅有目的嘅。等先，我哋三個整，唔係我冇整，我話我。我哋如果三個去整容，係啦，為咗靚，為咗靚嘅啫。係啦，如果我哋三個去整方便，係啦。你身翻我係接受到，你未整，未整，即係打針嗰啲 OK 嘅，整，係啦。因為其實咧，我係打針，平時打 pat pat 啊嗰啲啦，我都係會痛，我都驚嗰啲，我痛啊嗰啲咧，跟住係啊，所以咧，我最盡可以接受打針咯。是啊，因为同埋打针好似之后系冇唔会有，即系唔会话好整容咁会极痛几日噶嘛，系唔会痛几日咯，即系可能嗰下痛咯，净系，所以我就接受到咯，系啦，生仔都系嗰下痛啫嘛，哎呀 ，Oh my God， 之后要联针啊，今日个伤口系咯，如果咁我如果生唔到要即系好似整容就好似生完仔咁咯，咁又要割咧，即系喺个肚度开咁样，咁条疤痕点就点面对啊，救命！着比基尼
mini 嗰啲咧，有啲話拉而家戒得好低嘅，我托即係我唔會遮住噶。煩啊！我見到疤痕，我接受唔到啊！做手術咯，又磨咗佢咯。系啊，系咯，我惊谂起好惊，我真系觉得母亲好伟大，母亲好伟大啊！但系女人都伟大，可以为咗个男人做咩，做整晒成副面都有，系咪？即系我初头以为你系为咗即系我见有啲朋友啦，整容都系为咗搵有钱人啊，想搵个好啲嘅，即系自己知道自己条件唔系咁好啊嘛，想靓啲咁啊，有个改变咁样啲。生活都會改變咗嘅喎，咁樣即係好似我咁樣，我都覺得我自己減咗肥，譬如我唔係整容啊，我減咗肥，減咗30磅啊，我之前真係好肥噶啦，咁減完之後真係個生命唔係個生命個個個生個人生個人生咧就真係變咗咯，係啊會會啊會啊，咁。下一次咧就讲再继续讲整容，就讲紧有啲女仔咧就为咗整容咧，即系可以令到个男人点样爱佢，同埋搵大钱。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